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歌你下次在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，一首好歌它是历史的见证者，它是集体情绪的最忠实的记录者。歌是有脚的，它其实跟历史一样，它有自己的脚，然后它走自己独立的路。所以现在回过头来，你们的启蒙歌是哪一首？我没有忘记。梁家杰，你的是什么？哪一首？应该是这个 Frank Sinatra 的 My Way。 真的？那你有一首启蒙的歌吗？我想是我进大学的时候好多师兄带我们唱的《我的祖国》。真的？《我的祖国》怎么唱？头一句是什么？